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25日，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读报，我是 Cherry。中共19届四中全会定于10月28日至31日召开，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人事变动问题。有消息透露，指挥临政挑起香港乱局的中联办主任王志明、港澳办主任张晓明也将面临被清算，其中中联办主任王志明最快将在四中全会后被撤换。继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北京已打算撤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后，又有消息称指挥林郑月娥的中联办主任王志明、港澳办主任张晓明也被中共清算。据报道，一名与中南海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透露，挑起香港乱局的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以及幕后支持他的中联办、港澳办，料将成为首要追责的对象。该名消息人士表示，北京最快会在四中全会撤换中联办主任王志明，很有可能开完会后就不回香港了。消息指，香港建制派也透过各自渠道密集地向习当局反映讯息，其中中联办、港澳办两办被指插手香港事务、误导中央，接到的投诉最多。自今年2月12日林郑港府推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中共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韩正就公开力挺送中条例，并多次坐镇深圳指挥林郑、港澳办及中联办强硬表态，拒绝港人诉求，并胡乱定性和平抗议活动，刺激香港局势不断升级。韩正或在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上做检讨。苹果日报10月23日称，反送中运动已经蔓延成对北京非常不利的国际事件。主管香港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以及港澳办及中联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部门主管或要在四中全会上做检讨。报道引述分析说，过去一年中共陷入内焦外困，党内质疑之声再起，四中全会整肃党内不同声音，或是习的当务之急。韩国政府10月25日召开了对外经济部门长官会议后，宣布决定在今后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不再要求享受发展中国家优惠。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一直在强调自身是发展中国家，并以此获得优惠，这也是中美贸易战中的一个关键分歧点。韩国的这一决定可能会给同样享受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的中国带来压力。韩国财政部长10月25日周五说，鉴于韩国全球经济地位的提高，韩国在未来的世贸组织谈判中将不再寻求为发展中国家保留的特殊待遇。今年7月底，美国总统川普向世贸组织施压，要求其改变制定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方式。川普特别提出中国不公平地获得优惠待遇。美国总统川普在给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备忘录中说，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卡塔尔、阿联酋等国家在保持着无法支持的发展中国家名称。他说，中国和很多其他国家继续将自己称为发展中国家，允许他们享受该地位的好处，并且寻求比其他世贸组织成员较弱的承诺。有分析指出，韩国这次在世界贸易组织发展中国家地位上向川普屈服，将迫使中国和其他国家效仿。韩国的决定给同样享受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的中国带来压力。在世贸组织中，发展中国家享受优惠是普遍原则，主要涵盖关税、补贴及进出口方面，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一直在强调自身是发展中国家，并以此获得特殊待遇。在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件中，中国表示永远不会同意剥夺其作为发展中国家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权利。长期以来，川普将媒体视为全民公敌，甚至以诽谤或叛国等字眼指控各家媒体的报道不实。白宫宣布，川普在本周取消《华盛顿邮报》及《纽约时报》的纸本订阅，其他联邦政府部门也被迫跟随。白宫官员10月24日宣布将不再续订《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川普政府也企图迫使其他联邦机构停止订阅这两家报纸。白宫新闻秘书格里申说，取消联邦政府机关的纸本订阅可以节省许多开支，也是替纳税人省钱。目前两家媒体并未针对此事做出回应。白宫目前仍有订阅其他新闻报章杂志，如《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报》和《金融时报》等，而川普每天早上的首选读物则是《纽约邮报》。
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呛新闻媒体是人民公敌，痛批多家主流媒体制造假新闻，甚至指控新闻机构叛国，还说根本不想看见纽时和华油出现在白宫。如今他终于让想法成真。川普10月21日接受福斯新闻频道访问时，率先谈到停止订阅的计划，轰纽时是假新闻报纸，还说我们根本不想看到他们出现在白宫。川普当时说，我们或许将停止订阅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他们都是假新闻。总统取消纸本媒体订阅也有先例，1962年前总统甘乃迪曾取消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订阅，改读圣路易邮报，然而此举在当时被国会嘲笑幼稚，甚至有议员免费赠送白宫一年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自习近平上台之后，近年高度重视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但官媒日前却披露一家北京老字号国企旗下的工厂脱离上级党组织领导，全面自治达8年，甚至自行罢免上级任命的新厂长，最终率领工人抗命的原厂长被开除党籍，多名领导干部遭到问责。报道中使用独立王国这一文革用语，以及强调党的领导深入基层组织，引发外界关注。10月23日，中纪委机关报发文批评北京一间制板厂工人以自制实验对抗党的领导，包括自制实验的领袖在内的13人也被查处。这场持续了8年的独立王国被披露后，立即引发了广泛关注。而党的利益与工人的利益对弈的事实，亦让官方再陷入尴尬。报道中罕见地使用了独立王国这一文革用语，猛烈地抨击了工厂工人的自制事件，并称其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是一级党组织对抗上级党委的典型案例。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曾称，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中央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毛本人更是亲自指示下发布了第一篇名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为文革的起步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至于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个词，也是毛泽东当年批时任北京副市长吴晗等反革命分子的用词。毛指当年的北京市被吴晗、彭真等人装备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方，连毛本人的旨意也没办法在北京实现。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主管的中国纪检监察报同日在另一篇评论文章中表示，在国有企业发展改革过程中，必须以一贯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这才是重大政治原则，任何时候都不可动摇。继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总监孟晚舟被曝用竞争对手苹果的手机、平板电脑和 iPad 后，华为总裁任正非也被曝使用苹果产品。近日，一张任正非在机场安检的照片在微博上热传，图片显示安检员工正在帮忙将任正非包中的电子产品拿出安检，而安检员手中的正是苹果 iPad。报道称，这张照片显示在中国的某一机场，但是具体场所及拍摄时间暂时没有公开。任正非对苹果的好感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任正非曾在5月接受访问时表示，我们家人现在还在用苹果手机，苹果的生态很好，家人出国我还送他们苹果电脑，不能狭隘地认为爱华为就要用华为手机。韩国朝鲜日报10月24日报道，当下华为处于中美贸易战的中心位置，这让任正非的苹果之爱也受到了意外的反响。报道称，华为今年5月被美国政府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列入制裁的黑名单，与美国企业处于被禁止交易的状态。美国还以华为装备涉嫌间谍活动为由，向同盟国提出禁止使用华为的要求。随着矛盾加深，今年1月，华为还给予通过苹果手机在推特上发布新年致辞消息的华为员工降职减薪等惩戒。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声音批评任正非应该使用自家产品，但也有声音认为这是为了缓解美国政治圈及消费者对华为反感的另一类的宣传策略。去年12月，任正非的女儿、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总监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后，她的7个电子设备也被没收。今年3月，孟晚舟被没收的7个电子设备被曝光，包括一部苹果手机、一个苹果平板电脑、一台苹果 MacBook Air 电脑、一部华为手机、2张 SIM 卡和一个闪存盘。中国在上周末公布的今年第三季度 GDP 增长为6%，创下27年来最低。央行行长易纲在回应该数据时强调，中国经济的焦点还在庞大的债务负担，却没有提出面对经济下滑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对此，有经济学家日前表示，大陆庞大的债务压力或迫使中共在即将召开的第19届四中全会上放弃保 GDP 增长为6%的目标。
彭博社分析认为，易纲强调中国庞大债务负担的观点很可能在近期将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与第19届四中全会上被确立，这将代表中共将放弃 GDP 保 6% 进入 5% 自投时代。报道引述法国兴业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姚伟的观点说，中国面对整体债务以及影子银行、房产部门与通胀等风险，这些或将迫使中央意识到经济增长率能否保六已不再那么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张涛也认为，中国经济几年前开始放缓，而近来贸易紧张、地缘政治角力及弥漫全球的不稳定性，使得中国经济进一步承受下滑压力，经济增长无法保6%是合理的结果。有评论人士表示，如果中国真的放弃 GDP 增长保6%，也不会令业界惊讶，因为很多国际金融机构已经把中国明年的 GDP 增长降到6%以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作在质疑今年第三季度 GDP 增长为6%的同时，认为明年 GDP 增长肯定是五字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15日下调大陆明年 GDP 增幅为5.8%。路透社对83名分析师的调查显示，明年 GDP 增幅可能进一步放缓至5.9%。法国外贸银行9月26日发表报告认为，明年 GDP 增幅为5.7%。瑞银财富管理预计明年是5%。国际评级机构汇誉预测明年是5.7%。英国10月23日出现一辆冩冻货柜车，被发现藏有39名疑似偷渡客，包括31名男性和8名女性，据称全为中国籍。警方尚未公布涉事者的身份，但已怀疑跟人口买卖有关。外界也产生了另一个疑问：中国贵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何人民还会甘冒巨大的风险偷渡到英国？CNN 报道，近2.6亿国际移民人口中，中国人约占1000万，排名第四。移民政策研究所国际计划助理所长博努列斯库·波格丹表示，尽管外界普遍认为移民是母国最穷困的一群，但实情并非如此。像中国移民组成广泛，从低技术劳工到高技术人才都有，去向也各有不同。拥有学位、专精科技领域的移民多赴美或其他高收入国家，建筑工人多赴非洲与东欧找工作。根据英国2018年度现代奴役报告，在英国境内现代奴役受害者的最常见来源国中，中国排名第四。但以整个欧洲来看，中国非法移民前往英国算小众，因为入境难度较高。最热门的要数西班牙、意大利等地中海国家。在意大利，纺织业的地下经济劳力主要由中国及中东地区的非法移工担起，因为他们愿意领低薪工作。移民政策研究所指出，中国人移民的理由包括逃离政治打压、逃避过去的一胎化政策或海外求学等因素。博努列斯库·波格丹认为，虽然中国经济卓越飞起，但机会一样不均等，这种情况也反映在移民的方式上。有钱人大可以走正当的管道，穷人中的穷人则铤而走险，找上人口贩子，签下卖身契，靠偷渡，也让人蛇集团有了上下其手的空间。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 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